说就只是你一出场的一个状态亮相。我们看看这个老师教的学生是这样演绎的，不知道他的老师是怎样演绎，大家想不想看？夕阳老头，这个拐棍不是随便拄的，它是跟步伐是有搭配的。是的，知道吗？看大象动物吗？走道看见没？你看，这拐棍，这是拐棍，要拐棍干啥？像他的拐棍是。这个不行，喜剧啊，喜剧的表演应该是这样的，知道吗？你既然出来之后吧，你可以出来，可以手嘚瑟一点，完之后吧，哎呀，喂，摔刚才你那没教啊？完了到这儿起来之后，到这儿哆哆嗦嗦，完了得手得先搁那哆嗦一会儿。好。这生活好，一定要观察生活。明白，老师现场教了，哎，你演一遍来。来，走，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我还左撇子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见没？走的顺拐的，看见没？看见没？走道顺拐的，看见没？看见没？哎，再顺。不是，洪凯，你起来啊！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不，你听我说，这是两种演法。潘老师是真正的塑造一个老头摔倒的人物，你是塑造一个碰瓷儿的老头。好了，谢谢，把掌声送给潘老师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